讲从是你找到我，而且阿公已经替我跟我妈的 DNA 去验，妈已经证明我就是妈的后生。谢若陈雪英还在叫苦你，你两个人到底是暗中点？其实你拢已经知影，我嘛不需要问我，无唔对啊。你不是千叶的亲生后生，自头到尾你就是一个假扮的后生。我是假扮的，我是假的。你讲别猜了，你当初阿公明明都有证明过啊，伊无调查，妈甲我生来，伊就是甲我送去我大汉的养老院。准备好，来啊！没事。大姐啦，吹蜡烛进京，爱情许愿。哎呦，对哦，对，希望我客辈让身体健康。第二，希望经过一切，都会当平安，家好办事情。第三，阿克你的心肝来，别硬讲出来。好、啊。我跟瑞德是同一间红商的育幼院的人。可是讲这一切，那是母唔对啊。那恁妈的亲生后生，可咪是瑞德？你这反应，你嘛应该有着啊！你就只是一个假来好生，假来好生就是你上好的朋友温瑞德，是你抢走伊妈妈，你个应该属于伊的亲情，我霸着去啊！我不，干嘛？听讲青桥跟你收钱的时阵，可是邓文瑞在面呢。想要靠天公伯啊，或者公孙桥啊，竟然让你冲敌人啊！冲敌鬼人是你，是你把爹的头换掉掉，是你当个世界的骗局，你死了没你走？闲着。因为我忘魂，为什么青桥也当给后生找上来？我的查某囡啊，选选在伫咧外面吃苦啊！迄个时阵，不管我安怎用硬用软的，我救因好，我甲选选接上来，因就是唔肯。小小姑姑讲选选，伊不受教。就是该接转来度假，为下面住。后来小姐你走到无路出车祸，你妈要负责任，你该负上大责任的人是你。你是玄雪的亲爸爸，告诉我，你若是有尽到一点送爸爸的责任，好好爱，好好陪伴伊，就算人无在度假，你嘛是赶快当接受着你父爷爱。啊！不过结果呢？你利用你是我妈的红腮成婚啊！你当兵的，把将一张纸落这里坐当无大去。你即马改大家，替你是你甲别人外口一个组囝，你搁甲财产分落去？你平辈敢会受教啊？我看你根本就是无体。我无体，对啦，要不要准备到你伫这里指责我，对我大声声嘞？也是做事处理，你当他还要徛在你的立场吗？你搞爹妈是上位，你敢知伊即马人伫倒位？伊即马人伫地检署，伊咧替你说明案子，伊咧替你作证。
就要保住你的名声，伊敢无让家己良心慢慢咧磨？你到底是安怎对待伊的啊？你根本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笨手！我早就没有你这个呀，大概让你对我安尼大细声，真正拄对家己是清流的气息，好像你剃出头的时阵，我心肝内拢在慌，凭什么啊？凭什么啊？你根本就什么拢不是！你也要想看卖咧，那不是我偷换的用的，你有法度过这款唔免烦恼食穿的生活？当初你跟萱萱两个人在交往的时阵，拢是萱萱在趁钱饲你嘞，啊你嘞，连一张公务人员的证照你都考不了，那不是因为我有你一个身份，你到即摆幼儿是一个无人免治的孤儿。我一直阁当作家己总算有一个家，有一个疼惜我的妈妈，原来。这一切拢是假的，我只是在霸占一份无属于我的亲情。是我给你一个家，让你有妈妈疼。你这么说我一切拢来感谢我的，你应该爱做的是跪着来对我磕头谢多谢才对。要不你现在可以当安怎做啊？你去向上要坦白真相，我笑你不敢。我是怎敢？因为你不敢。你若讲出真相，你就什么拢不是啊！你这么所有一切，亲情、财富、地位，什么拢无啊？我就算什么拢无，我至少够良心。妈对我这么好着，我不应该反背伊。我即马就来找伊，甲伊讲老实话。我袂回，甲伊亲生后生当相认。我想起来，我若是真心对待伊，我绝对袂放手啊！干嘛呢？当初请求。伊本来是想要甲袁勇过房的，还是因为伊了准你是伊亲生后生，才放弃袁勇的。伊即马知温瑞德是伊后生，你想伊敢会放弃你啊？你一个假牌后生，想要甲人假牌后生争？你得明白啊！前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看你也是，好好替家己拍算较实在。你大细声，真正当作家己是清流的亲生后生，你剃出头的时阵，我心肝内拢在慌。凭什么啊？凭什么啊？你根本就什么拢不是。幸好，妈，啊，你哪会目眶红红？你拄则有哭哦？啊，是身体倒位啊，无爽快啊？妈妈，你这世人，
拢是我最爱的妈妈。哎呦，我当然是你的妈妈。啊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唔着紧讲。妈对我这么用心，我袂当只自私。我应该要回忆该真正的亲戚好些小人。啊，你若果唔讲哦，妈妈要先入去地检署哦，喺检察官搁底内底等我，啊。妈，你别走。你有什么代志，你直接讲，妈妈拢会听。你答应我，你听完了啊，你莫想爱去，啊，你嘛永远永远拢袂用放手我，好无？国金啊，你是我的后生呢，妈妈哪会给你放手啦？啊是，你伫外口搞起啊，什么麻烦啊？要你老实讲，愿意认错，妈妈拢会原谅你，替你想办法解决啦。你真正对我超好诶！你把我想认了啊！我每一天拢就快乐，我就幸福诶。搁早我伫幼儿园。我一定就欣赏其他囡仔，拢有人来领养。不过，我算无人要提。李德嘉，你讲你是我的妈妈了，你把我接回到家，我真正就欢喜，就欢喜。你哪会无代无志？我讲这个代志啦。是想跟你讲歹听话是不？明德，你莫插伊啦！我都讲过啊，你是我杜清玉的后生，就算我你什么拢唔做，你嘛是有资格留伫咧杜家，啥我袂通跟你赶走。妈，你安怎？无啦，可能最近较忝。是我一件最重要的代志要跟你讲。你讲，其实我不是。妈，妈，妈，你怎了？妈，我今天送你回去。